将军消灭，停止！ 都销毁，我们都来了，要彻底炸掉实验室，永绝后患。嗯，咱别耽误事儿了，赶紧攻上去吧，后边小鬼子追上来了。走，躲起来。
这儿怎么没人呢？上次我跟老孙来的时候，把这里破坏了，估计他们把实验室搬走了。咱们得找找，下去看看。走，走。 通风管道，二虎，我们上锁管道进入实验室吗？没错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条管道。 可以通到鬼子的地下深室，来，把油桶搬过来。好嘞，给我。来，二虎，来拿着。 这么僵持下去不是办法。突击队，去把铁丝网给我解了，准备强行突击。突击队，上！掩护！站住，小心！啊！啊！
进去铁丝网。 小心点，打开了。哎，秦阳，吴孙宇，胡彪，来，我先下去，待会儿你们把枪递给我。小心。好。
青儿。你不能这样，我研究的新式武器马上就要成功了。你们，你这个魔鬼，下地狱去！都装好了吧？装好了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青儿，青儿，你腿没事吧？
是，绅士已经被彻底吓坏了。干得漂亮！你看你搞错了吗？没有。我去找他，顾飞宇。照顾好青儿。好。二虎。走。走。走。小心。老崔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实验室已经被我彻底炸毁了。冈村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杨二虎，你为什么要处处跟我作对？是你杀死了你哥哥，也是你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如果没有这些事情，我们该会像以前一样相安无事。相安无事？你别做梦了。从你们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，决定侵略中国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应该意识到你们只可能有这一种下场。村，我今天不是来为我爹报仇的，我是来为被你们害死的无数中国百姓报仇的。八嘎！顾飞宇，交给二虎吧。
就是你们奴役中国人民的标志。4月4号，我今天还给你。冈村死了，我们胜利了！
二虎。他们在哪儿呢？二虎，等你好了再说，你看你还没好就到处乱跑。老孙，我没事儿，我是胳膊伤了，腿又没断。林大哥，都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，我没事。嗯，你不用担心。真没事啊？真的没事。这伤一定得好好养着啊。哎，二虎。二虎。哎呀，林子云，亏我刚醒过来就担心你的安全，没想到你在这战地医院里也没闲着呀。二虎，别拿我们开玩笑。开玩笑？哎，夏玲，咱俩可是一块长大的，你看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你也不过去看我一下？你眼里就只有林大哥是吧？你不是有人关心你吗？姚二虎，什么意思？有我关心还不够是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看看，我说不让你来吧，你看，打扰人家了吧？你也没跟我说清楚。二虎，你伤势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就是点小伤，没事。哼，二虎哥，你的伤不要紧吧？红儿，你也加入西子军了？啊，你穿这衣服真好看。二虎，啊，哎，虎彪呢？胡大哥，他屁股受伤了。他哪儿伤不好，伤屁股上了？哎，他人呢？嗯，哎呀，胡寨主，你这伤啊，可得好好养着，千万别翻身的。哎呦，没事没事。杨二虎，我说杨二虎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不好好养伤，你到处跑什么？信不信我关你禁闭？南山同志，我们刚把这鬼子的基地给炸了，这大伙都受了伤，没让你给我们记功就不错了，还要关我们禁闭，至于吗？你小子真鬼呀！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记功呢？啊！大家都在，这次我们一举捣毁了鬼子的生化基地，杨二虎功不可没。我已经请示了上级，要给你记大功一次。南江同志，这记不记功倒不重要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事儿，咱们能不能落实一下？放心吧，好好养伤，等伤养好了，我做你的领事人。谢谢南山同志。请大家面对党旗，庄严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精神不凡，壮士一当先，包裹数万难，当斗志有双拳，家国在世间，豪情终于现，山河难为远，胸膛英雄难，怒涛热血热，大刀枪压力万，汗和山抗中担，胜利敞开歌欢，家国在心间。
Yeah.